一个健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基本上是台服的圣图尔特终于重置了。一开始呢，对面选圣图尔特哟，圣图尔特实在太热门，基本上呢很难选到，不是被抢就是被 ban。所以呢，我们玩了很多场的 NG， 基本上呢每一场都是圣图尔特打圣图尔特。那我们已经有很充分的经验如何对抗他以及使用他。圣图尔特背罩呢有两套呀，一套呢就是跟以前传统的无串流，坡阵龙骨。王者天虫云，而另外一套呢就是这一套哦。目前我们没看到有人这么出，玩的是暴击流。我们的前中期伤害呢跟传统的乌川牛是一样的，所以呢乌川牛能够秒的人一套秒的，我们也是可以一套秒。差别差在中后期呢，我们的 DPS 会高很多。这套出装的是专门针对我们的被动来设计的。圣徒的被动呢，只要我们的普攻或者大招或者一技能命中敌方英雄呢，点满四成就进入狂暴状态。而这个狂暴状态呢，我们得到助攻或者击杀也会触发并且刷新，那代表呢在后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全程都是狂暴状态的。而这狂暴状态呢，如果单纯玩乌川流的话好像有点浪费那个高额的攻速跑速。我们在狂暴状态的时候呢，会增加最高 80% 攻速 30% 跑速，跑得飞快啊。再来呢，我们每个普攻会降低强化一技能 1.5 秒冷却时间。强化一技能的伤害呢，比传统的一技能更痛，而且呢，它没有前摇，可以直接射出来。它有一点点前摇，可以说是很快吧。没有前摇技能呢，像是蓝的一技能呢，就使用之后呢，我们的动画不会被中断的。所以说呢，小丑的强化一技能还是有一点点前摇，但是已经超级飞快了。如果呢，你原本的普通一技能能够射得中人，那你强化一技能呢，一定会觉得简单100倍。我们说主流玩法之前呢，我们先对比一下它跟原本的旧版小丑哟。旧版小丑呢，伤害就在一技能还有强化攻击跟大招，很直觉的呢，你技能都能命中就直接秒人。而新版的小丑呢，它把原本的伤害挪到去被动呢，我们的伤害呢都在于触发被动的狂暴状态之后，比我们之后的强化技能才痛。原本的一技能呢，只是比普攻高一点点而已哦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论效率的话，旧版小丑效率更好，而这版小丑呢，相较之下有点太麻烦，我们必须触发被动之后呢，才有原本的小丑。不过呢，好处就是我们触发被动之后的持续输出能力会比原本的小丑强很多，毕竟30%跑速、80%攻速可不是盖的，而且过程中呢，还会一直刷新我们的一技能。一技能是可以穿插普攻使用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全武器非常适合它。再来呢，我只是把天虫云换成诚信，这样有额外的暴击伤害。那由于要暴击关系呢，所以我们也买一个圣战。在后期呢，基本上我们只要开了大招之后狂普攻，什么英雄都得倒。打蜈蚣脚呢，应该都能够打得赢了。绝大部分的蜈蚣脚，我们怕的是魔蚣脚。若是有魔蚣脚很多呢，我们会选择买一个仙灵。我们刚刚有提到呢，这小丑很多伤害都移到我们的被动狂暴状态那边，所以呢，如何的触发被动尤其重要。一个最简单、最简单无脑触发被动方法呢，就是普攻接大招，普攻一层大招三层，马上触发。这时候呢，你就有一发已经 CD 好的强化一技能。基本上呢，你大招之后目标会被晕着，然后又被还速，强化一技能要命中呢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们连招就是呢普攻大招，然后强化一技能命中就能够秒掉绝大部分的英雄，像这样子就秒掉了他们的小丑了。瑞克追我的话呢，瑞克伤害没那么高，我们先抓后面的威胁。的被动方法呢，我们一技能会加两层，普攻加一层，大招加三层，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普攻接大招，马上进入狂暴状态。这时候呢，如果你有刷人、有杀人或者助攻，就会刷新。不过呢，强化一技能的手感真的要练一练了。它跟原本的一技能相比呢，实在快太多。反正呢，你是要习惯一个过渡期。一开始呢，我们用了强化一技能之后，对比之下觉得普通一技能特别慢了，慢的好像谁都射不中的那样。而开完之后，我第一个感觉呢，由于一技能是我们最常用的，前面就会用了，就是伤害怎么这么低啊？找到一个艾里尔。这边好像普攻就把他带走了。哦，还有一点哦，
我们的一技能如果目标离我太近的话呢，跟我们重叠模型是射不中它的。你看我们射出去的一技能，它不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，它在我们的身前出现。所以呢，如果目标贴着我们的话，我们用一技能很有可能会射不中，就像刚刚的艾莉。再来呢，我们的被动只有对英雄会触发呀，对小兵野怪都不会触发，所以呢，他对小兵野怪没那么强。打英雄的专家，目前我玩下来很多场呢，基本上打蜈蚣脚都没有问题。魔蚣脚的话呢，话说奇尔伤害怎么这么高呀？有一场呢，对面选择奇尔呀，而那场已经是后期满装，我们买出了仙女。七直接飞过来一扇就把我秒了，重点是我们还有买仙灵，根本就没有一技能叠被动什么的，直接二一扇就把我秒了。所以呢，七的伤害是很高的。这时候呢，到了后期呢，我们暴击流跟乌川流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差异了，就是我们的 DPS 非常高。这时候我们要做事情呢，就是要可以适当的勾引，但是大部分时候都要站在后面等敌方的前排忍不住吐前来，就像这样子。他忍不住吐前来呢，我们只要大招之后狂按普攻就可以把他秒掉了。主流的强势打野呢全都可以秒呀，有哪只打野是不怕物理攻击的？应该没有吧。这个暴击流呢，是我们后来研发的配装啊，大神榜是没人这么吃的。而之前呢，我们也玩了很多很多场的乌川流，乌川流也是 OK 了，只是呢玩起来没那么爽。但乌川流的好处呢，就是效率最大化，就没有多余的浪费。只是呢，这个新的技能组会增加 80% 攻速，还有会鼓励我们使用普攻来刷新一技能。那是不是呢，一只普攻的话单从乌川有点浪费，出点暴击呢会更符合。而关于冷却时间要不要出呢，我们的大招后期冷却时间已经够快了，我们完全没出减 CD 呢，它大概10多秒就可以用一次大招。再来呢，我们的一技能是可以被普攻所刷新的，所以呢，冷却时间要不要出，也可以不出的。那未来呢，这个圣徒尔特的主流流派应该就是，我觉得呢，一段时间大家还会玩乌川流为主。乌川流以外呢，还能够看到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暴击流，或者就是冷却流，抓到纳克尔斯。确定他不会动呢，一技能带走。你看呢，强化一技能速度快很多，容易命中很多呀。如果呢，你用艾里的飞镖可以丢得中人，毕竟艾里飞镖有前摇，而且飞很慢。或者呢，普通版的小丑一技能也可以命中人的话呢，那强化一技能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简单。OK， 后期呢就是开大招之后呢触发强化状态，然后一直普攻收割。新版小丑呢我觉得还不错了，外形也是帅的，而且呢有特色。技能组的话呢也算好玩，触发被动强化状态之后呢进入狂暴模式也挺爽的。那这我是尚恩，感谢你收看了，喜欢片人记得按赞订阅打开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